当你在一个扪心自己时，咦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东西什么变变变是什么来的？你可以捡走了，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去杀敌人。哦，这样捡哦，可是我按不到哎，妈的，他肯定。那房子在哪里？那个房子在兰高碑那边。哎，那个钱可以拿来做么？然后可以买美多那次。可是我们好像走错方向了，你也知道哦。啊、对，跟着那个线走就行。啊，我有一个预感你会翻车。OK， 很好，我没落下。很好，又翻车了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尝上去了。咁都得啊？我觉得很厉害，我跟你讲。我一直错，很好，又翻车了，这次。喂，顶好，怎样办？有着急啊，怎办？你继续走着，你继续走着。你们走，人家很厉害，我可以坐到后面可以看到人了。如果人家不开枪射我，我都看不到人在哪里。